多努力在做、啊，是因为疫苗死的吗？什么跟疫苗有关系？谁因为疫苗死的？谁因为疫苗死的？麦坎托，他不是因为没有超前部署死的吗？今天卫环委员会要审查台湾核实的行政命令，我们党在这里表达最严重的抗议。我们先讲结论，先公听，再审查，先公听，再审查。多努力在做、啊，是因为疫苗死的吗？什么跟疫苗有关？因为疫苗死的，谁因为疫苗死的？麦坎托，他不是因为没有超前部署的吗？